斗秀报网络热销美食推荐大会，月销百万包，豆瓣用麦芽糖去翻炒，有一个茶香，而且很 Q 哎，辣是回甘，多一在分泌，可它的香气仍然在。这一盆哦，如果摆在电视机前，两下不料料，没错没错，都变山珍海味。米其林二星认证，结合十八香跟温补，恨不得我食材放进去都吸它的汤，好夫的口感把汤汁全部都吸附在里面，脆丸子真的很脆。它这个汤喝，今晚十点，小明星大跟班。